男人帮女人提包，型男当场超别扭。现在拿这个包包的人来自釜山。也错了。我说他要买这两个牌子的包包，你会接受吗？一包要多少？手上拿那个40万，是我40万哦。老婆不好意思，你可能当到下一个被子吧。下一辈子，下一辈子。今天晚间11点，东森超市1/2强。